喝酒！安，你在哪儿呢？怎么那么吵啊？我在酒吧，我现在给你发定位啊，你过来接我，快点！您不能打电话，你喝，快点喝酒！我没说不给你喝，我现在就给你喝。没说不给你喝，我现在就给你喝。干了啊！这个安。算了，今天还是别惹他了，我先去救安安。神呢？不会这么晚又出去了吧？喂，司徒，你在哪儿？帮我查一下。我是什么样，快跟我回去！谢谢你来了。走啊，走！这是谁？你不能走，没叫爸爸呢啊！谁要走了？我要跟你接着喝。贺锦熙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认错人了。怎么可能认错？你看，你这双高跟鞋还是我送的，我送了你那么多礼物啊，你从来都不陪我喝个酒，今天正好遇到，咱俩喝一个，走。哎，放开！你当心我报警啊！你吓唬谁呢？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走。顾西城，我有没有碰到你？有没有受伤？顾先生，英雄救美是吧？来啊！待在这别动。啊！动！我的女人你敢动？不管他，来。怎么了？继续喝。没事。我，顾一成，小心！
得叫我爸爸。司徒硕，你，你看你现在什么德行？你都坐轮椅了，你应该叫我爸爸。呸！你配我？不不是不是，你看我。啊！你看我，别撞我！我能带你飞，去加油！我带你飞，飞啊飞！是不是我带你飞？就你会吐，你以为我不会吐吗？啊！啊！啊！你喝多了，送你回去。姐姐，我没事，我要给他喝。司徒，司徒。哎，老大，我老大来了，我老大来了，我不怕你。我有西西，我也不怕你。哎呀，我打了专车送他们回去。好。嗯嗯嗯。爸爸，爸爸。刚在酒吧那个人。你认识？不认识，他认错人了，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要生气嘛。我真的不是故意这么晚出来的。但是我告诉过你，合约期间内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算了，回家吧，别惊动奶奶。啊！怎么了？你先去开车，我马上就来。想光脚回家的话，就乖乖别动。但是我的鞋……不要了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再多的鞋，我买给你。真麻烦。小姐，你朋友让我送二位回家。嗯，回家？我不回家，谁要回家？哪有够喝呢？行，行啊，今天谁也别想走。嗯，师傅，去我家新公馆 C 座，接着喝。嗯，够。好的。笨死了！
没有，就是没有想到你还会笑，还知道嬉皮笑脸，看来的确是不同。好了，谢谢顾总。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在家里面别啊，不叫顾总，要叫西城，记住就好。以后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